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双连市场。哎，你在双连市场吃什么？因为他很巧的，姑姑住在旁边，很常来，阿妈很常来。现在先去吃车库油饭，车库油饭市场里面。到了，哎，他没招牌哦，很久没吃，巷子内的。送完卤蛋汤，好，鱼丸汤啊，鱼丸汤。好，为什么要自己乱点？不受控哎、欸！我听说都是女生哎、欸，对，又要被调侃了。第一次看到汤里面有卤蛋，对啊，对，我第一次看到汤里面有卤蛋，对，还有卤蛋花汤，是卤蛋汤哎、欸，卤蛋汤超妙的，哦，这油饭很亮，是那种很软的那种油饭、嗯，然后它都开超早，有时候平常日子大概早上10点就卖了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干干的。哦，这些肉，像淋那种霸王的酱。东门吃干的也不多见。对，有啦。他们都汤。对啦。哇，都是女生哎，有没有？你常常是这样子吗？真的。你很幸福啊。香香的。香香的。香香的自己讲哎，没有刻意的好不好？就是刚好就这样。我还有万万古早味的味道。好喝。汤很好喝，比较好喝。对 对，这家是你推的哦，阿大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这些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，就不会走来这啊。很好吃哎、欸。哦，有饭吗？有一种很不健康的感觉，很好吃。然后有感觉像是那个霸王，把霸王酱淋到粉上面。我第一家很好，这个我可以吃两碗，有点加一粒这个的，好吃哎、欸。他讲的蛮中肯的。对啊。对。这就台中肉眼。对他笑很开心，是不是没有被打过？这个冬粉，你们如果去吃过台中霸王，一颗霸王跟一份冬粉汤，然后都通常就是霸王吃完之后，大家会把冬粉汤里面的冬粉拿去拌在那个霸王的酱里，这完全就是那一碗冬粉。这个好像比较清淡，这很重啊，不重的味道很重，香菇啊，虾米啊，我把它吃掉了，然后有一点点肉松的，对对，然后你应该是，所以你应该是嫌它太单调了，油饭。啊，我很喜欢这家，给它。然后香菇要五颗星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干一点。但我觉得阿安比较干一点，它很湿润。可是阿安比较咸，我就喜欢阿安那种，比较咸。那你比较喜欢哪个？为什么要比较？等下又要被骂，又在比较。点这样子。好吃。好吃。你太胖了。哎，那是猪吧？啊，菜市场养大的。哎，乐乐也是菜市场养大的。对啊。我是七丢一呐。七丢啦。是找小孩哦、喔，超多鸽子的。我刚刚还有跟鸽子讲话吗？跟鸽子讲话，鸽子聊天，要怎么聊？我问一下，他们就蹲下，他们就会靠近。我带你去看医生。鸽子都吃很好啊。对啊，鸽子很肥，你看那只超肥了。市场的伙食，你现在在跟鸽子对话了。他刚刚跟你说什么？有人在拍节目吗？说对。有过年的感觉出现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找蛙柜是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用我们的餐盒。三十五，还有夏里街啊，哦，白水包款店，35，哎，你要带辣椒，好，哦，好啊，他卖很多腌制品，刚好，放屁的声音，像那个，放屁好不好？我体验过啊，很痛，很痛，脸上很多毛，因为妈妈怀你的时候都吃海带，怀妹妹的都吃什么？水梨，可是人家说毛多都是美女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对。你太天真了，你挑错人了，他是男小哎，可恶！你这样一定没有料的啊，你傻、啊！蛙柜就不是这样吃的啊，蛙柜一定是一个，就是吃上面，吃一圈，对切像蛋糕这样吃啊，怎么是这样挖一块？你当成在吃冰？有那一块？哎，直接给人家插一块肉去吃哎、欸，很有油葱味啦，对啊，就油葱的味道很多。蛙柜是我们台南人的那个，它算蛮 Q 的啦，对啊，比较扎实啦。台南的比较口感比较好一点，台南是这种感觉，然后这个是这种感觉，什么意思啊？讲人话好不好？台南比较弹，台南比较弹，台北比较绵，像篮球毛弹，对对对，比较绵，它是算好吃，算好吃的。现在最恐怖还是那种纯白用菜包的，纯白用菜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台中，台中的。是怎么样？它是整个，这是学校福利社会卖的。学校福利社会卖蛙柜啊！我要两块肉哎，35块肉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它酱是南部，甜甜的。那包的料有差吗？台南有些会有香菇，还有虾子。那我喜欢有香菇，讨厌虾子。它水果摆得很漂亮。对啊，就是水果。对啊，他们东西都是很有规矩，就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卖什么都很清晰啊。
一目了然，他们商品都摆得很整齐，真的哎，很干净。对啊，每一家都摆得很整齐。我今天人好多哎。哦、真的为什么最近要考什么了？真的是少数专门拜文昌君的文昌宫，旁边会有卖 set， 有卖芹菜啊，对，勤奋、啊、哦，勤奋哦，旁边会有小摊贩帮你准备好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会有芹菜，就芹菜就会哈哈哈大笑，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要去拜哎、欸，根本从小拜到大，学霸哎、欸，乔姐。没有啊，他们家三个两个学霸就他。我因为我比较善良，我拜的时候我都帮别人想，我希望我妹妹考好，希望我哥哥考好，然后自己就这样。旁边有一摊卖状元糕的文章，哪里哪里？在这边卖状元糕生意一定好的啊。对啊，庄园市场有两家润饼，一家是这个胖妈妈，一家是前面的。所以我们要吃另外一家。我觉得前面那家比较好。我们去如果没有，就是这一家的高丽菜它是比较脆的。燕山汤圆在这里啦，接近一百的。燕山现在是燕山汤圆，我这边有吃高饭的，吃高饭都是什么？哦，是猪脚饭。高饭好吃。燕山咸汤圆。蛮小小小颗的，我觉得蛮大颗的。我觉得很烫。哎，那我看都是这样圆圆的，对啊。就是上次那个啊，三重夜市吃那个，你没吃过。可是我上网如果打这里的市场，那我说来吃这间。都说来吃这间啊。对，那我说来吃这间。不要不要喝我。对，猪猪讲话不清楚。大舌头吧，第一个，第一个崩。第一个崩。你要吃吗？就他。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啊。对啊，我姐不吃豆芽菜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对，我不喜欢吃豆芽菜。富贵嘴啊，很过了。你们的乞丐嘴，你怎么可以说不挑食的人就是乞丐嘴嘞？每样东西都很好吃啊，很好养哎，很好养。学到赚到，学到赚到，学到赚到。有没有？我肉很鲜啊。对啊，不味道。我觉得它的皮很好吃。对啊，就是软又不烂，嫩 Q。真的好吃哎，我觉得它比三合好吃哎。嗯，汤圆的话，好吃好吃。我也不喜欢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啊，我觉得在这种老市场这么有名，生意这么好，还是有它道理。它都不会有那种皮，就是旁边那种割割的感觉，没完全没有。它的形状还是保持得很好。哦，对啊，它纯肉啦。挑食鬼可以吃啊，挑食鬼。对，挑食鬼可以吃，对，难怪很喜欢。连柿饼都排得好整齐。对啊，连几家店啊？这个市场没有在我家旁边，我一定买爆它。买爆它！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传统市场。摊都很干净，然后没有那个没有市场味。对，没有市场味，没有超铺路。我有观察到卖衣服也是都排得很整齐。整齐是不是有规定的？肯定他们的自制会有规定，有可能哦、喔，有可能哦、喔，就菜市场有楼管的概念，欸、有卖帽子，好想要买帽子。你看到什么想买什么，哎，还取到赚到。哦，排很长哎，哎，旁边机片桌也在排哦，分开进行，这到底为什么？它不是鸭肉的鸭呢，它也不是鸭肉哎。它写说内用都可以一直加，可以一直加葱，就是你吃完你还想吃，可以加都加料，不是哦，它都可以加。而且它那个摊子的招牌是大肠鹅啊米手，真的排很长的。哦，我们刚刚去买粥了，对，然后买那个鸭片粥，你知道什么叫鸭片粥吗？什么？你知道鸦片粉圆的概念吗？就是会上瘾。对哦。那阿蒋说他不敢吃，因为里面有皮蛋。哦，那肉是烧肉哎，对啊。一个芥末，不要花生跟香菜。各种要求。对，他、啊、不是为什么把垃圾给我？受伤。突然，我刚突然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东西要手上？好，谢谢。对，我好开心哎。有看这么大一个，很大一个。我的脸还是比较大一点，重哎，重很重，称称看，哦有呢，重有分量哎，哎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吃润饼，十几年，因为我平常不吃润饼，我喜欢吃这道菜啊，但是我很讨厌吃，我喜欢里面加，我喜欢哎，我喜欢里面加炒面哎，我喜欢里面加姜手给，自己包才好吃啊，我外面吃我都没有，他不喜欢，有豆芽的，一定有在废话，但可以接受，因为有咖喱的味道。哦，这道菜咖喱，因为我是怕豆芽菜的土味，我很讨厌红萝卜汁。对，不会，我喜欢红萝卜。那更夸张，哎，那就那杯。你们来一定要去文昌宫旁边买红萝卜汁，那真的是很猛，那有够土的，又炒又土。
我都差点学马叫了。连味道还不错。特制的啊，泰格 T 恤。为什么他们要选泰格？很水。因为有芥末的皮很厚。对啊。哦是哦。好多料、哦。料真的很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早餐吃的可以饱到中午。绝对可以。餐会吃不下。这感觉很健康啦。啊，我们要不要吃皮鸭肉粥？啊对啊，对，要拍手机，开水，你们没有加到布拉吉，布拉吉啊，哦，很饱呢，我就不要皮蛋，你知道、啊。真的是，他家里拱哦，菜包、肉松跟芹菜、辣椒，好吃啊、哦，真的口罩好吃，你这又可以一直加肉跟加料，是真的哦，是真的。一直加料，对料跟肉都配加，那遇到芊芊还得了？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它这个芹菜味道蛮画龙点睛的。哎呦，你们讲成这样，我真的是。讲好吃吗？你好想吃、喔。对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泰格好吃。辣色。这个真的会买来吃哎、欸，会。这碗多少？70。哦，70可以耶。如果我不要料，如果你要料多一点，什么有鱼的、有花，我另外加。再加九就是90。多乎我意料中。那我看你那。讲实话，我原本没什么信心的。我也是哎、欸。好好吃，因为它的招牌原本是在卖俄阿米索，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吃，感觉没什么特别的料理，就是搭配起来很好吃。对，它那个肉卤过，卤肉很好吃。今天最惊艳就它，这算有用心呐、啊，就是去找出那个搭配。对，这个牌就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这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小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朋友？好朋友，吃饭的时候都拿着一根汤匙到处跑，自己准备啊，欺负我啊，就你。所以我就是大道城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这样是，这是什么？我看那边有很多，这个是可以加配料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爆冰。那边。哦。对对对，芋头来了，莲藕来了。来了。芋头的温度很清楚。芋头的温度很清楚，什么意思？哇，这个长得好特别，里面温度很清楚。欸、真的、啊。对啊，一般外面都会到绵密那种，它是很清楚的那种东西。我来。这桑葚跟沙瓦鸡。可以吃了吗？爸爸，你刚才干嘛？一般外面卖的都会煮到没有，嗯，都绵绵的，绵绵的，所以它比较有口感哦。对，它是有口感，比较硬一点。那你比较喜欢绵还是硬一点？那我都喜欢。如果你只能吃一个，绵的好，那、啊、就是比较喜欢绵的。要讲几次？每次都拿东西，东西就是这样飘出来的。原来是这样。认识你吗？懂吗？不认识，欢迎又欢迎。然后直接看那个摄影机，想说想入镜一下，想说你还有点面熟哎，原来是长得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名字？莫文蔚的前男友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冯德伦，冯德伦有点像，看起来很开心。我不认识他，你认识他？你认识孟德伦？知道他很帅，因为他的女朋友都是舒淇、莫文蔚，肯定是很帅。他、这个是我的吗？他是没有自信。他那个不锈钢的筷子圆圈圈，我每次去他家都很痛苦。买筷子都是随性买的，我就一定要在那边找到两只一样的，然后他一直问我在干嘛，说什么筷子随便，不能随便好吗？可以给我一口吗？我不要。所以麒麟是真吵架的。这个是我忘记了，现在小球要不吃，不是去小球，他真的超肥气，我真的是很觉得很烦。还好吧，就我去买咸酥鸡，然后就剩下一点，然后问他要不要吃，他说不用不用，我吃就好，然后就去洗澡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吃光，他就很不爽一整个晚上。门口的挂报竟然是乌龙面，我刚走过来以后想说，奇怪，这是什么山上巧福之类的吗？台北人会特地来这里觅食吗？应该不会特别来，也是要住附近的。配合乐乐来大稻埕呢，隐藏版一号，确定吗？不会很饱，因为看起来料很多。凤梨野果珍珠，你疯了哦、喔！我喜欢喝料很多的饮料，看起来好喝，西瓜哎、欸，哇、哦，真的很漂亮哎、欸，小时候的西瓜冰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。口腔其实没有得到满足，我没有吃奶嘴，所以才会所以没有得到满足啊。你喜欢吃珍珠吗？就你小时候口腔很满足。准备倒一杯水，会不会喝最后一口？会啊，会。你们都把它喝掉了？我会把它喝掉啊。哎呦，我剩一口，我不喝掉。我不会喝这个，绝对会有杂质。那我要一个酸梅好了。那我要小杯莲藕茶。再一个小杯莲藕。你们开多久啦？60几年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喝我的，很像酿酒了。这一盘怎么样？哦，有苦味。哦，这酸梅很好喝。发酵有酒的感觉，像在喝酒，用什么甜呢、欸？嗯，没什么甜，有发酵感，不会很甜，对，它那个有发酵的感觉。嘴巴在干嘛？金鱼哦，哎，
品尝啊。那个莲藕还蛮好吃，莲藕还蛮好吃。跟我想的也不一样，我的莲藕就是台南那种爆干甜的那一种。爆干甜，注意形象。它真的是自己的味道，它的酸梅跟莲藕都是自己的味道。给我不跟我说它是酸梅汤，我会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对啊，为什么叫双莲呢？原来这边有两个呈人字形的小湖泊，叫双莲波，300年前吧，日文叫三莲。他最近在学日文，超白痴的，你知道怎么学吗？超白痴，我都受不了，超低能的麻将比赛，然后他就在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哦，待三年。这什么时候用得到？可以外带用他的碗吗？可以啊，我跟他讲。Okay, 好好好，现在加到满。哇，安巧居居，肉棒啦，肉超多，你看哦，肉超多，哇，肉多多，而且他还很关心我，真的要这样吗？这一碗多少钱？45，可以了，对。就是丸子派的 bug， 比较脆吗？像贡丸的 bug， 对，像贡还是有肉的口感。它真的是贡丸派里面算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纯肉更好吃。嗯，但它这个真的算贡丸类好吃。快买吧，它可以加多一点醋，这样。它醋更好。嗯，好棒好棒。有什么？我们现在胃已经很大，因为我们觉得还好，没有很饱。只有你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抓得住你，抓得住你，没事。那我就还他啊、哦。对啊对啊。把你弄开心。我的英文是 blue 水果。怎么样？英文是 blue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吧，好走吧。大肠间是那个巷子进去。哎，这是大肠圈呢。哎，不是啊。哎，阿、啊、他的招牌，你自己看他招牌。这边大肠圈，啊，这边写什么？大肠圈。对，到底是大肠圈还是大肠圈？大肠圈，他最后的两份大肠。真的假的？后面都要等了，真的等很久。而且它有分大肠，等到他要睡着了，不好意思。而且没有大肠圈的，剩下大肠头。它在哪里啊？皮薄的，皮的厚薄，大肠圈皮比较薄。那个辣，那个哦，香菜好多、哦。真的不是一般米肠哎，比较厚哎。好特别哦，真的厚真的很。哎、欸，是大，真的是大肠，对对，一般、啊、一般米肠就是那个，一般是皮衣啊，对啊，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。哦，真的很传统。大肠味很重，很重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看起来很 Q， 很特别，很 Q， 看到这种哎，台中也没看过这种，這個、很特别，真的蛮好吃的哎，对，蛮好吃的，来一块猪血吧，有点辣，哦对，这个跟猪血汤很搭，它不是那个肠衣薄薄的啊，那我们今天要问那个老问题了，酸菜市场蛮好吃的啊，嗯，好吃，然后你们今天吃的话，你最喜欢的大肠圈，还忘记吃什么，等一下他们先，我想一下。我觉得鸦片粥很让人惊艳。哦，鸦片鸦片粥，我也鸦片粥。鸦片粥太快了啦！润饼吃太多东西。润饼因为皮真的很 Q， 而且真的很大卷，当一餐刚刚好。我觉得今天最喜欢的两个真的是大肠圈跟鸦片粥。如果硬要挑一家，我觉得鸦片粥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了，拜拜。本来我今天没事，然后刚刚又把饮料打翻。我们真的有特别要炒作这件事情啊，但是也真的不是故意的。